二号，气泡纸，气泡纸两张，三，真的，是我的，你配这个，你配这个装扮，你等一下手上绑一个红色的臂章，就变成中华一番了。快说吧，你跟上了没？我是三岁，我是芳芳。我们今天来到一年一度的你跟上了第一届的圣诞交换礼物大会。好棒，很默契，有的人。9还是6？9哦，这么贵啦，什么东西？史莱姆，哦，是史莱姆，我们的小张好聪明哦。二号，气泡纸，气泡纸两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海绵宝宝电影版，软在哪？最软的电影啊，最软的电影，你完蛋了，软性电影梗是不是？要换老哥来抽，来罐罐的爱，被人机说很软，十号是我们芳芳的棉花糖 ，Darren 你的最爱，哇，角落小伙伴呢、欸？我为了怕两包太寒酸，就把每个口味都拿一包。他、既然是抽到芳芳了，那芳芳就直接指定一个人来抽，那就小轩6号，这个很棒哎、欸，是吗？狐狸眼睛，眼罩，那个眼罩，很好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眼罩好 Q 啊，八是我的哎、欸，八。哦，这个是柔软巾，哎、欸，这个很棒哎，会让你柔软，它本身柔软，然后它会让你也柔软，你不觉得？哦，好像可以。七号，七号谁？好来，小雪莉的，很可爱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可爱啊，跟你一样可爱啊，比我还可爱。哇，那应该不简单了。那应该不对，那应该不简单。那应该不适合三岁。六，真的哎，这是公关品的。真的是花钱买的 okay, 因为那集是我们要去拍，他真的花钱买的。他摆着会弄脏哎。对，他摆着会弄脏。你要借你一颗这个吗？等来，我们下一个，我们的袁姐。袁姐，5号。哎、这个好像蛮适合我的。可是是零度的，因为我怕抽到的人没有近视。奶精，恭喜你最后一个。因为我没办法抽我自己的，所以你只能交换啊。所以你只能就是拿我的。感觉很不妙哦。你是贴反了？没有，我没有贴反。这是硬的东西吧？这是一把锄头。你拿着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的就是中华民国伟人蔡英文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劳工朋友是我们心中最软的那一块。太难懂了啦！最后一名，太复杂了啦！那最后就是我们 Darren 大哥来吧。Darren 大哥，你的礼物，我觉得我会有种现世报的感觉。有。这个是谁的？小圆的。来吧，好像要先抽最硬的，是不是？硬的，来。然后是堂哥吗？堂哥的，对，这个你知道，其实堂哥他就是今天没来嘛，所以他把他礼物放在他的位置上，然后是我就把他包了，所以我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了。那现在其实根本不是他送我礼物，然后你把他包了。你不要桌上随便拿一个东西，我只是不小心拿到他的私人物品。应该不是啦，他送这个啦，这个又不合适。哎，很好哎，他就是圣诞保温杯。竟然用锄头换到这个，OK 啊，可以啊，鬼过，谢谢。来吧，另外一个，好，堂哥的 ，Foodpanda， 小张的，哇哦，是一个握力器，因为你的肌肉变硬啊，是不错。哦，对了，让肌肉变硬还行。以后堂哥不爽，他就在我旁边的，你说叫恰恰，哈哈哈哈哈，这是我的。垫脚石，你是垫脚石开吗？什么？很硬，哪里硬？但是要变很难。It's very hard, very hard, very hard 好不好？很硬。Deep or deep? All right. Yeah. 1号，来这里。我该不会是什么锅铲煮吧？哦。你配这个，你配这个装扮，你等一下手上绑一个红色的臂章，就变成中华一番了。你是变刘宝星哎！哇哦，奶鸡的。
我觉得锄头也很实用。我打砍你就很实用。看看是什么东西，Gucci里面到底里面装了什么呢？当当，哇，是笔筒对，它实用呢，价钱都在上面，怎么回事？如果有限定金额，我就不死了。可以啊，我觉得而且那个蛮有质感的。你拿着那个上来什么意思？他等下就是往丢到镜头位。四号，我东西跟你那点搭。好了，好了，很好，核桃。现场敲一个，现场敲一个，看看。五年级大运，五年级大运，八号，就是我，磨脚石。对，没错，它是磨脚石，它字面上意思也很硬，然后实际上也很硬，它也可以把你的脚皮磨下来。那可以磨其他地方吗？你可以想磨哪里？没有，开玩笑。十号，耶，好像不是好哎，怎么办？果真的军粮饼干是不是？还有，全都是军粮饼干。我今天早上才跟 Darren 说我要减肥，那么好吃的，很硬吧，够硬吧？你是七号，该不会又是卡纳赫拉吧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好棒、喔，这很赞哎，这个不是公关品哦、喔。你知道吗？就是用硬的汤匙吃的稀饭。哦，老柯子，老柯，为什么硬？最硬的电影，哪里硬？这是很好看，是不是？恐怖片啊，烂，好烂，好烂，你是当迷路吧你？好，那我们来公布我们这一届烂礼物冠军，恭喜 Darren！ 那为什么还是我？我觉得真的很实用啊。最软的获胜者是。最硬奖，等等是，哇，太辣了，要背都是汗呢，终于赢了，好累哦，获胜的是菜刀，恭喜我们小鱼，哇、yeah ，送菜刀会赢的，我送锄头不会赢啊，因为那个是软的，你放错地方了。到此为止，那就是赢的人在圣诞老人，大家就是期待上面要编的那个人，然后这个输的人要带这个，他就变成礼物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小铃铛，记得分享跟留言哦。谢谢，拜拜。惩罚要看幕后花絮哦。哇，好有圣诞节气氛。我都要鞭打他。这个是如果外人来走进来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小鱼要鞭打啊，看你啊。好，我喜欢自由。好，自由新政。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零啊！太快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三战两胜。